紧的。堂姐突然出现，大家都说你现在比凯恩就是先拿到国际的冠军，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这次也会拿到的。现在是伦敦时间的早上6:01，然后呢，我现在要去到就是希斯罗机场去迎接我们的佳丽姐姐回到伦敦。大家肯定昨天都看了，就是女足亚洲杯的决赛。我承认我是就是上半场的时候，中国虽然0-2落后，然后我就去看利物浦的足总杯了。然后后来我发现就是中国女足扳了一个之后，我就立刻退出了利物浦的足总杯，又点进去看亚洲杯了。我实在是太刺激了，我现在想想就是那种最后的逆转绝杀，我都是浑身发抖的状态。我要把集锦再看一遍。哇，大无语事件！来到帕丁顿之后，他说这边好像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一辆车都不开了。所以我们现在决定就是打车去希斯罗。笑死我们，因为迟到了，所以我们时刻关注唐佳丽姐姐的航班。然后现在她改成7:28了，又给我们争取了一点时间。非常非常多的小伙伴在等佳丽姐的出现，啊，激动！ Come on, you Spurs! OK, good. 进去。我已经披上了国旗，等待佳丽。唱首歌叫《Champions of Asia》，We know what we are。今天，堂姐突然出现。这是我。哎呀，谢谢，谢谢，谢谢你们，你们是我。很远的地方来，没有没有，我就在伦敦，开始签名了，哦，唐姐，热刺需要你，他们现在控，他们现在控无力啊，留下来吧，这样吧，应该可以争欧冠，太需要你了，现在大家，好棒。对，这是珍藏了就。对。哦，谢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拍一下细节。拜拜，好好休息，再见，拜拜。大家顺利的接完低调的佳丽姐姐之后，大家准备回家了。刚刚佳丽姐姐真的是突然出现，我们所有人都猝不及防，因为我们在机场也是等了很久，等她就是出来出海关，然后她就突然非常低调的出现了，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本来对，本来大家还想说就是说要不要一起唱首歌给她，就是制造一点氛围，制造一点气氛，结果失败。下次接机就更有经验了。其实我还是有几点想说的。首先我觉得就是女足不应该是用来拉踩男足的工具，因为就算你不说男足，女足也是非常棒的。第二点就是我觉得中国应该有更多的就是留洋球员走出去，留洋球员走得越远，他们看到东西就会越多，所以他们在各个方面就会越优秀，我觉得这是应该要重视的。第三点就是不管就是怎么说，我希望就是女足的亚洲杯的冠军可以是一个窗口，也许很多人昨天是第一次看女足的比赛，那么我希望他们通过这场比赛可以继续的看更多的，关注更多的女超联赛也好，还是就是更多的女足国家队的比赛也好，就是不要停下来，不要让这个只停在一个就是决赛中，我希望更多的人来看女足。腹肌吗？是腹肌。对，腹肌。大哥，口水擦一擦。我的天！哇！评论是不是一下子涨到138了？天哪！可以可以可以。还有一点，有一点。
唐佳丽，助跑打门，这球进了，这个球进的线路啊，跟韩国队在上半场迟耀然那个进球有点像，对，真的有点像，而且都是全都是扑到了，对，是碰到了，很危险，但是毕竟还是进了。68分钟，中国队扳成1-2，这球差一点，是的，很悬的，唐佳丽背身倚住，对方两个人在防守，唐佳丽还在控制。哎，好的，唐佳丽切过来了，哎，不错，切过来了，这个球漂亮，传起来到后点有机会投球，2-2，漂亮，张琳艳，72分钟2-2，应该是张琳艳。哎呀，68到72，4分钟的时间，中国队连进2球，把比分扳平了。这四分钟对韩国队来讲有点天堂到地狱，一下就跌下来了。是的。就人球分过，这球张琳艳包抄的点也非常的好。哦呦，这是在两个队员的防守之下，唐佳丽形成了突破，然后将球传到后点，张琳艳敲回来，唐佳丽，好球！身后这是个机会，肖玉仪打门，好球！93分钟，漂亮，反超了，反超了，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进球，漂亮！伤停补时5分钟的时间，在第3分钟的时候，中国队反超了。你再看看这个球，哎，非常漂亮，这个打到后点这下非常漂亮，肖雨怡这个射门也非常漂亮，张琳艳、唐佳丽，队长王珊珊直传，肖雨怡斜插进入禁区之后打远角成功，3-2，中国队反超。韩国队其实全场都在防着中国队在中路这种比较小范围的密集的传递，是的，但是最后时刻这球太棒了，比赛结束了，漂亮，比赛结束了，中国队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最终是4分钟内连进2球扳成平局，而在伤停补时阶段，应该是94分钟打进了反超一球，逆转取胜。是的，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场胜利。但是在拼劲儿之下，在坚持之下，在努力之下，中国女足的姑娘们